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首届 CPSL 世界顶球超级联赛。现在我们的球员已经入场了。现在入场的是红色猫眼电影队。橙色是平安银行队。CPSL 顶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职业顶球职业联赛，首赛季共有六支球队参加，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均为世界顶级选手。众多球员曾获得过顶球欧洲杯冠军、世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到9月，为时38天，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共有34场比赛。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张仪直播、企鹅直播、微赞等平台同步播出。皮球是一项结合皮顶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每场比赛由两支队伍进行对抗，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另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守候。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还以桨传接球等阻挡进球，更允许球员推敌方身体使其翻船，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因此具有一定危险性，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救生衣，并严格遵守条例。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在欧洲非常普及，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平均每个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顶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目前顶球项目预期将在2018年亚运会列为示范项目，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可能在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中国平安是中国少数能为客户提供保险、银行、投资等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企业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平安互联网用户规模约3.46亿。平安银行在全中国各地设有60家分行，在香港设有代表处。平安银行一直关注中国人力事业发展，借助中国平安集团的资源优势，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2017 CPSL 世界顶球超级联赛赛事保险由平安银行提供，平安银行更懂您的智慧银行。猫眼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电影平台，面向普通大众消费者提供影讯查询、用户互动、在线购票、卖品衍生品购买等一站式观影消费服务，
已经成为85、90后主流影迷首选的电影消费平台，为超过1.2亿用户提供优质的电影消费体验。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平先生。梁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冯雪荣教练，冯雪荣教练是中国挺球女子国家队的队员。冯教练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下面请梁先生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球员。平安银行橙色的队伍一号是来自新加坡的胡宇轩，二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林书翰，四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J. Burgess， 五号是来自法国的 Jeremy Escarif， 六号是来自法国的 Rolamio Morin， 七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sva， 八号是来自俄罗斯的 Vladimir Sandarov， 九号是来自加拿大的 Jesse。 接下来是猫眼电影队，二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Maja， 三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Andrew Merrifield， 四号是来自新加坡的福泰中，五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Jeff Wolf， 六号是来自新加坡的刘伟正，七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eba Vermeulen， 九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mma， 十号是来自荷兰的 JD。好，队伍即将开始比赛。队伍即将准备冲球，开始了。冲球的是马甲，还有哦。猫眼电影队拿到了球权，
这是猫眼电影队的第二轮进攻，拿到了一个角球。线球，哦，没射进。猫眼电影队拿到了一个角球。对不起，是平安银行队。那么平安银行呢，刚刚他们进攻的话没有成功，现在是重新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对吗，梁先生？是的。哦，队长 JD 挡得好。JD 的眼色，可惜没进。现在球权还是来到了身着黑色球衣的平安银行。梁先生，平安银行他们用的进攻战术是什么？他们用的进攻战术呢，是四一的进攻战术。有一个人在里面，作为一个pointer， 然后四位在外面呢就游隔于外面。当出现的防守出现的疏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冲进去。这项运动相对来说，在防守的时候对队员的体力要求是非常大的，对吗？是的，他要不停的划桨，而且有时候要尽全力的划。所以我们看到整场比赛都是有八名队员，有三名做替补。是的，他们会经常的更换替补。现在是身着白色球衣的猫眼电影队开始发起进攻。好球，球是由三号的 Andrew Merrifield 来自澳大利亚射进的。我们来看慢动作。那么三号澳大利亚的这名球员的话呢，他是2014年、2016年世锦赛参加过，而且有12年的打球经验，身高1米93，92公斤，现役澳大利亚国家队队员。猫眼电影队发动了一次快攻，哦，球进了。进球的是四号 Jeff Force， 来自比利时。猫眼电影队2-0领先。那么每当对方进入一个球以后，那么另外一方的话是要到中线开球。哎，是的，这叫做中场开球。
在这场规则当中，我们看到刚刚裁判有叫停。哦，这是球员叫的暂停。球员叫暂停的时候，计分是也需要暂停。是的，比赛暂停。好，比赛重新开始。目前的比分是猫眼电影领先两分。好的，好。哦，平安银行发动了一轮快攻，球进了，进球的是五号，来自法国的五号 Jeremy。法国五号，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问题王，今年是24岁，2014年 U21 世界冠军。哦，球被挡了下来，好球！进球的是猫眼电影队的七号 Stepper。哦，对不起，猫眼电影队七号，七号呢来自马来西亚，是现役马来西亚国家队员，今年23岁，身高1.74米，体重75公斤。这是一个角球，现场的比分现在是3-1。
哦，这球没进。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23秒。防守把球挡了下来，现在是一个角球。梁先生，角球的话，在比赛的时候，什么会定义为是角球？如果球碰到防守方，然后弹出界的话，那就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到在进攻的过程当中的话，持球的队员，那么未持球的一方是可以去推他的，对吗？哎，是哦，这是这项运动的特别的地方之一。当你持球的话，你就要小心被人家推翻。哦，这是一个快攻。哇，平安羊队得球得分。现在比分是3-2。猫眼电影队暂时领先。我们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结束了。猫眼电影队暂时领先。平安羊队的八号球员是来自俄罗斯的 Sandarov， 他是现役的俄罗斯国家队球员，他有10年的打球经验，他现在是在俄罗斯俱乐部打球，他曾经参加过2014年、2016年世锦赛。队长 Jay Burgers，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他今年30岁，他身高180，体重87公斤，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有14年的打球经验。他在纽西兰开始打球，2014年他曾经参加过世锦赛的。我们的猫眼电影队五号是比利时的 Jeff Voss， 身高182，体重80公斤，今年30岁，2011年到2016年是比利时国家队的选手，曾经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
优步创立于美国硅谷，以提供极简出行为己任。优步是最智慧的出行方式，轻轻一点，车辆即到，随时随地，想用即用。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嘉士伯啤酒，丹麦皇室风味，传承170年的技艺，只为一杯好啤酒，用心酿造美好未来。MaxBed 是一家专注于户外防水包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外防水装备品牌，迄今已持续畅销8年，晋升为防水包领域的领军品牌。MaxBed 一心只做防水包。好，比赛即将开始。冲出的是平安银行队的8号，以及猫眼电影队的2号。梁先生冲球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挑选每队速度最快的队员？是的是的，而且要非常灵巧的队员，非常灵活的队员，因为第一个抢到球的就决定了他们最先的进攻。冲球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挖角方式，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的能量全部用完，所以你经常看到一冲完球之后他就一下去休息，因为取得持球权以后他就可以先发制人。对的对的，也可以控制整个球。哦，进球了，进球的是平安银行队的5号。五号在上半场的时候也有进过一球。哎，是的。累计长传，猫眼电影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快攻，
是哦，就穿的没穿好。没穿好。回来，回来。现场的比分现在是3-3。这个角度应该很难射进吧？对。哎，梁先生，在球框的下面有一个倒计时的计分器。是的，那是60秒的倒计时。每支球队呢，他拿球的话就有60秒的进攻时间。哦，刚才进球的是 JD。现在的比分是4-3，茂彦电影队领先。球队叫了暂停。球队各自在进行战术的讨论。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刚刚平安银行直接射门了，没有中。JD 的一记长传，可是队友没有接好。JD 他是不是最擅长的就是长距离的射门？是的，他非常擅长长距离的短跟射门。Let's use it! And you stay in the center!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梁先生给大家解释一下，像刚才这种情况的话，裁判是判了一个什么？他判了一个任意球，那他应该是在禁区里面非法用奖。非法用奖的话，主要有哪些是非法的？两根手的距离不能够超过，就是奖不能够伸在手能够到的够得到的地方。哦。没有接住这个球，不过幸好我们的七号传球被抢走了。对，他放慢了进攻的节奏。刚，九号猫眼队的九号好像把六号给推倒了。我们这个运动中是可以用手去推对方的选手的，对不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被平安银行的五号对手抢到了。
最后九秒了，现场比分现在是4-3，猫眼电影队暂时领先。这将是平安银行队最后一次进攻。比赛结束。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猫眼电影队胜出。下一场比赛3:30，准时开始，请大家继续关注。